暑假工时薪30，工作轻松，还离家近，不挺好？滚！这岗位上百万，给你换活，滚！2200，2200，2200，给我2000！啊啊啊！那我工作换到哪儿？关你屁事！滚！去！不是这去哪儿啊？都快出省了都！祝你2200。这是干嘛？那个楼，这图纸，一会儿把它盖出来。这我哪会呀、啊？这都不会，会淹了，赔钱！滚！我已经没钱了，没钱的东西你等我拿过来，拿，屁股丢过来，这么惨啊！以后我来面试。欢迎欢迎、不是我面什么岗位啊？我这活干这么长没干完，逾期了赔钱。不是，我没钱。你想怎样？你同意吗？我同意。借款成功。拿点东西，滚！不是，你们怎么的了？这么惨啊？哎。你好，我来面试。请问你简历带了吗？没带，但是呢，我带了病历。像你这种想在面试的时候给 HR 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我见得多了。这样吧，开门见山好了啊。我们公司呢不玩虚的，我这边呢有一个实操的案例，如果一根针掉到了大海里，那么你将如何在团队中协助你们的团队的成员去找到这根针？首先呢，我会去思考你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顶层设计呢又在哪里，最终交付给你的价值呢是什么，以及如何找到实现它的这个抓手。基本上啊，我会通过这个 5W2H 以及 SWOT 的方法进行评估，最终找出最优路径啊，明确竞争优势，从而实现整个项目的闭环。不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根针需要我们花这么大力气从大海里给它捞出来。定海神针是不是在跟我搞笑呢？不好意思，我们没空跟你开玩笑。如果说这个问题你要解决不了的话，那么我想我们的面试到这里就结束了。等一下，我是说你是不是跟我搞笑呢？啊，定海神针明明他妈在我这儿。俺老孙来也，来，妖怪哪里跑？今天情况怎么样？你问我今天情况怎么样？你自己看里面什么情况？加大药量，三份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干嘛这么急啊？面试啊，到点了。是不是刚毕业？嗯。一个学校的？就随便找了个大专上。什么叫随便找？你怎么能实话实说呢？你这么说就不行了我。啊，那得怎么说呀？现在又是这么高，你起码得说自己是211的吧？你看这是哪 ？CBD 啊，大哥。211说自己或者985也行。那人家不查吗？谁知道？现在谁还查你学历证书？你就说自己是211。刚刚你告诉我你是211的，我也会信。知道。那你们也是大专，说自己211。你别管我们，能行？我就跟你说能行。我们都干这行他妈多少年了都。对呀、啊，你期望薪资呢？期望薪资有没有写？看看。我舍友他们出去都是3000块钱，我怎么的也得3500吧，因为我是宿舍长，寝室长。寝室长的话就好办了，因为寝室长属于这个管理层的。管理了，对对，就是211工作经验3到5年的高管啊，你要照着这个去说的话，就不能3500。我想现在的行情的话，两万起步，一年2万，年薪2万，一年2万的还得了，那是。对吧？一年都不是2万，就是你一个月2万块钱，一年就是一年就18。要求先拔高一点，对，那能行吗？哎呀，你们他不同意，你再往下降一样嘛。太年轻了，你们都多少钱啊？我们能行，你别怕，你不是什么寝室长，我先问你，你是211？你是211？你上211吗？我是。你就是211。面试时候不能笑，面试你一笑就全完了，全拉了。对呀、啊，行吗？行，谢谢。那我等一下，你别急、你整理一下这个衣服，仪容这一块太嫩，高管太嫩了。谢，我一会儿就找个笔改一下，谢谢啊。要不你先问吧。我看你写的是211毕业的，啊。嗯，对，我是。有，我看是有做过高管是吧？嗯。有3到5年的工作经验。啊，对。啊，我看你这里有写的是，两万的年，两万年薪是吧？是年薪吗？对，有点儿，就可能我们的和我们的就是预期，就是二期可能就不太211，对，是211，是211，对，那是工作经验，我有4-5年工作经验。
今天还挺好的。那我面试还挺顺利。这两天能不能来上班？你们俩就先问问。能来上班吗？过两天。你看啊，说不好，他是主要是不好做。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面试这么着急啊？面试要到点了。面试摄影师。刚毕业找摄影师，但是这活不太好干呢。你看这哪大哥 ？CBD 啊，这块设备有吗？设备？不是设备呢？我没设备，我渴了。你到时候随便去找个设备，肯定要有东西带过去，在你面试的时候。好了坏了，那他不看吗？哎呀，说白了，人家面试你的还是人事，不是摄影师。他不懂 HR 他懂啥呀？但是我跟你说，相机只是最基础的。成就有吗？就是有没有得过什么奖啥？得过奖吗？那个青少年宫摄影大赛，我拿铜奖了。太 low 了，太低端了。奖项这玩意儿主要是靠一个包装，这玩意儿编一个，那人家不查吗？关键是，哎呀，咱不先不说这什么青少年宫啊，什么奖不重要，你在那个奖前面给他加几个这个英文字母，对，中英文结合。打个比方说啊 ，WTO 什么国际摄影协会金奖 ，WPS 国家地理杂志的这种。我主要是胆小，我害怕。你胆子小，现在找不到工作了。对呀，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你、是我想简单了。到时候你相机一块。奖项一拿出来，然后除了这个，除了设备，你现在过去一般都是摄影师自带资源。你去的不是一个人，你去的是一个链子。你过去之后能带点什么广告啊，带点什么合作商啊？啥也没有啊，我呀，我就是大学才毕业。你上回拍到啥时候？你上回拍到什么时候？就跟我媳妇去环球影城，我拍我媳妇，她又不是明星啊，关键。这么说不行，你看这样哈，环球影城是吧？哎。是不是迪士尼啊？世界五百强啊，是不是？你看这不来了吗？你跟世界五百强有商业合作，有摄影合作，这不骗人呢吗？咱给你捋一捋，门票买了吗？买了。商业合作吗？你没有，你跟迪士尼有过商业合作，并且跟他们有过拍过照片。你看这么一个大背书下来，咔一下，整个人都冒光了。一定要给他一种，你是一个专业的，跟世界五百强合作过的，拿过国际性大奖的王牌摄影师。你这么一说，这个活儿，总拿把下。谢谢，少走弯路啊，年轻人。好，我一会儿就改一下。面试顺利啊！哎，好，谢谢。这个，我看这个你上面写的，是有跟迪士尼是有合作过，是吧？嗯，对。我看你获得过那个 HPV 国际摄影铜奖，是吧？对，是有些 PV。今天面试还挺顺利的。那我下个礼拜能来上班？你相机今天反正也带了，要不拍一张看看？带相机来了是吧？要不算了吧，下次。嗯，那下。